我是新加坡美国学校的高中，高中很大，有1100多个学生和100多个老师。高中办公室在正门的后面。办公室的附近有图书馆。图书馆的后面在小卖部的对面。 餐厅在校卖部的后面。餐厅有两家楼。你喜欢餐厅吗？我喜欢餐厅，因为餐厅的饭很好吃。早上在餐厅的旁边。我们喜欢跑步。 操场的旁边有游泳池，运动是在游泳池的后面。音乐是在运动室的下面。 中文课是在教学楼的四楼，407层面。